請大家打開第七頁，請大家合掌。啟守三戒尊，歸依十方佛，我今法宏願，持此金剛經，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雲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復以何因緣得大堅固力？雲何於此經？究竟到彼岸？願佛開微密，廣為眾生說。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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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願解如來真實義。請大家放掌。我們繼續講《金剛經》第二十七份，無斷無滅份第二十七。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與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與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先燒經文，解以解而理。他的意思就是說，須菩提，如果你這樣想，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如來不執著相，即是要空掉一切法，要我空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你不要動這個念頭，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即是不執著一切相，離一切相，去掉一切，就能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不要這樣想，那為什麼呢？因為上面說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就佛陀就教我們不要執著色聲香味觸法。如果你執著色見我呢，原來我這個我就不是執著色來見佛，不是見佛的我，這個我是見清淨自性的我。如果你用執著色，執著外相現象，你執著現象而見本體呢，你是見不到的。你必須不執著現象才見到本體。即是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音聲都是現象來的，即是呢，色聲香味觸法。不過他沒有講完，只是講色和聲，香味觸法那些他沒有講了，那些簡化了。如果即是說，如果你執著色聲香味觸法來見我呢，見我就不是見佛的我，見你自己那個自性的我。所以有些人跟我說，玉佛節的時候有個 baby Buddha， 個太子佛，一隻手指天，一隻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那這個太子是不是太過自我的頭，唯我才是獨尊？這個我不是那個人那個自私自利的 ego 的我，這個我呢就是自性清淨的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咁如果呢个人执着咗色声香味触法，执着现象见唔到本体嘅，如果咁样咧，佢结不能见如来，唔能够见到佢嘅七清净嘅真如自性嘅。咁讲到呢度咧，佛又好为又惊住你点讲咧？佛又话惊住啊，恐怕你执着咗，因为佛嘅三十二相系庄严之相。莊嚴之上是修福修慧歷劫以來修福足慧足才得了三十以上嘛，那我又恐怕你說、哦、不要以三十以上見如來，不以具足相，不以具足三十以上見如來，那即是不用修福慧了，還修福慧來做什麼？你不需要三十以上、啊、你不需要修福慧見，不需要修三十以上，如果你這樣想又不行，你就不可以不修福慧而見到他自性的，你也必須修福慧，修了福慧自然要三十二相，也不執著這三十二相，是圓融的。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思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不要這樣想，你這樣想呢、不要執著、空掉一切法，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實相，無法相。咁你又咩嘢都要空曬噶啦？呢、這個空先係得噶，唯有空先可以令到你成佛噶。咁你又執着咗空相，你用嗰樣嘢又唔要執着嗰樣嘢嘅噃。個巧妙就在呢度喎，你必須要用，但你又唔執着；你必須要行善，你又唔執着行善。下面啦，須菩提，汝若作是念，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須菩提，如果你作是念法菩提心咧，咁就墮落咗。如果你作咁樣嘅念頭去發菩提心咧，就墮落咗諸法斷滅嘅邪見啦，走到偏空啦。我要有空法，要空掉一切嘅，咁就又去走咗去偏空。最上乘嘅法門就係、是。用咗而放下，用咗而放下嘅，一边用一边放下嘅，放下到无可放下，无有一法可得，咁先系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执住呢个法又执，你用咗呢个法又执住呢个法，你点可以放下呢？所以大家要明白点解嘅。通常我哋嘅见解咧，通常啊吓有好多种见。邪道外道有很多種見解的，通常的見解呢，它兩邊的執著兩邊的，一是斷見，一是常見。常見是什麼呢？常見說一切都是永恆的，不會變的。人死了之後，就算人死了之後要死了，死了之後下一生又做回人，又下一生又做回人，狗下一生又做回狗，永遠都是做回狗，這個常，時常都是這樣的，這個叫常見，是邪見來的。另外一個就是斷見，斷見就是什麼都沒有，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是空的，連因果都不信，人死如燈滅，什麼一切都沒有了，今天快樂就今天做什麼，今有一天快樂就做一天快樂的事，這些就叫斷見了。斷見常見都是偏見來的，都是邪見，即是說空和有，空就空掉一切，偏向空；有咧係作誒執著咗，有因有果，有善有惡咁咁嚟講啦嚇。你應該如果兩者一定要你揀擇，當然你兩者都唔能夠執著啦。如果兩者要你揀擇，一係就有因有果，一係咧就空掉一切，無因無果。你寧願揀擇邊個？你梗係揀擇有因有果啦。咁所以我時常大德上時常講咧。寧教執有而須彌山，不教執空而戒子許。寧願執著有，都唔好執著空。執著有有因有果咁啊，梗有因有果，有善有惡，都好過執著空，無因無果，撥無因果。嗱，呢個空就唔係嗰個空一切法嗰個空咯，佢有常呢、這個這個見咧，就係咩嘢都冇嘅。為之咁為之空，就我哋千祈唔好執著呢啲咁嘅斷見，係唔啱嘅，唔好誤解咗空，從空
而轉為斷滅論。斷滅論，空只係咩叫空？只係否定宇宙間存在事物嘅不變性、實有性、獨立性，否定咗非因緣所生法。佢否定咗唔係因緣所生嘅，全部都係不變嘅空，不過係否定呢啲，唔係話乜嘢都冇叫做空，唔係空空洞洞嗰個空。所以所空咧係原生原滅，因緣和合就有，因緣分散而滅。我哋千祈唔好滅色明空，不能以一切斷滅嚟錯誤解空義，去卸離個現象界。雖知咧呢個現象界咧，一切事物都係有緣起嘅。性空空不外現象，現象不外性空。以有空而故一切，一切法得成。咁所以呢度咧就係咁解嘅啊。須菩提，若作是念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絕諸法斷滅。千祈唔好墮咗個斷滅空喎，以為乜嘢嘢都冇喎。莫作是念何以故？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咁我哋繼續就下邊繼續第二十八份啦。須菩提，若菩薩已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與諸菩薩不受福德故。咁呢一份叫不受不貪份。須菩提，菩薩已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而用布施。若菩薩，即係話有兩種菩薩，一個作一個比較。前者呢個菩薩呢，已滿恆河沙咁多七寶去布施。前有呢個咁嘅菩薩。若復有人，即係後一個菩薩呢，又唔係咁咯喎。佢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呢、這個菩薩呢，能夠知一切法無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得成於忍，得咗無生法忍。咁呢個菩薩咧，大大勝過以前嘅菩薩所得嘅功德啦。呢度時常都提及噶啦。不過呢度再提及呢個得成於忍。咁咩叫做忍呢？以前先上兩三堂咧，我都講過啦。但係忍咧係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六道波羅蜜。咁不妨同大家再大概講一講。忍有三種忍嘅噃，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咁呢度咧係講無生法忍嘅，無生法忍當然包括埋生忍啦。咁普通我哋有忍辱係點樣樣咧？遭利罵時默而不報，如果有人罵你惡毒罵你，默而不罵不報啊，以沉默以節服惡口。遇逆境時心平慶和，以理智解決煩惱。受妒忌的時候咧，寬容對待，以慈悲啊嚟抵消咗啊怨恨。被毀謗時謙讓順受，以無我化解禍害。咁呢個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忍辱咧，就算儒家都係咁忍辱噶，唔係單止佛家係咁忍辱，儒家都係教人咁忍辱嘅。咁如果我哋講忍辱咧，通常我哋時常講到生忍，即係。生忍即係眾生嘅忍，就彌勒菩薩有一個忍辱偈咧，就幾有意思嘅。老絕穿傲立，淡飯腹中飽。寶破好落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絕，老絕只説好。嗱、這、呢個彌勒佛大肚佛，有人鬧我咩？佢個生活好簡單嘅，著嗰啲係白衲衣啊。食飯食飽就算啦，冇話揀擇咩食，食咩嘢好嘢。有寒衣係耐寒嘅，不斷咁補叫白衲衣，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絕，老絕只説好；有人打老絕咧，老絕啊自睡倒，你一捶嘣咁打落去，佢跌喺地下咁，佢咪瞓喺地下咯。體拖在面上，佢俾人打嘅時候咧，一推到佢，佢自己推佢自己瞓喺度。瞓喺度推到你，你都唔還手啊！更加氣惱啦，啊，更加嬲啦，更加嬲咪吐佢，用口水吐落佢面度，隨他自乾了，佢抹都唔去抹。他也省氣力，我也無煩惱。
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此消息，何愁道不了？咁好多人咧，就依兩句呢句偈忍辱偈嚟修行嘅。啊，咩都忍得咧？呢句生忍，呢個眾生嘅忍。咁啊，明朝嘅堪山大師咧，又有一首《勸世永》，裏邊又講忍辱嘅喎。咁啊，又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截錄咗最重要嘅出嚟，或者讀一籌，咁大家可以引用，可以喺 Google 都揾得到嘅。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刀刺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休將自己心填悶，莫把他人過失揚。惹禍只因般口舌，招顯多為狠心腸。是非不必爭人我，彼此何須論短長呢？吃些虧處原無礙，退讓三分也無妨。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老病生死誰替得，甜酸苦辣自承當。生前枉費三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悲歡離合朝朝鬧，富貴窮通日日忙。富貴窮通咧，無論你富貴富嘅貴嘅窮嘅通，你日日都忙噶啦。休得爭卓強來鬥勝，百年運是氣文長。即係話，你就算活上一百年咧，都係人生如夢，人生如做戲一樣。傾刻一聲羅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大家知唔知點咩叫傾刻一聲羅鼓歇啊？最後嗰句嚇，即係玩完啦！人生好似個舞台咁啦，後邊咧有叽叽叫咕啊嘛，華爾鼓啊，玩音樂咧有隊 band 噶嘛，你唱戲，你唱大戲唱粵曲咁梗有一隊 band 噶。呢隊 band 咧大羅大鼓叮叮噹噹，百年運時一出戲嘅啫嘛，到時啦。嗰班音樂佬咧拉完嘅時候，佢要走啦，即係落幕啦。人生嘅即係咩咧 ？My way and now is the end of the show. The end is near. 傾刻一聲羅鼓歇，一羅鼓一停咗之後咧，點不知何處是家鄉？點解啊？又唔知邊度係自己嘅家鄉，點解啊？唔知投生去邊，隨住自己嘅業力又投去下一生。你呢一生嘅同你夫妻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恩愛啊、離別啊、傷心啊，或者仇恨啊，一切一切嘅，你將你做大戲嘅時候咧，甜酸苦辣啊，陰晴圓缺，乜嘢嘢都演過，演到最後咧。一停的時候，你都不知何處是他鄉，又不知道會投胎到去哪裡了。有三惡道、三善道，那你投去哪裡呢？就看你自己的業力了，投胎去哪裡，哪裡不知道了。那這個就是生忍，當作生忍。那我忍有三種的嘛，什麼叫法忍？法忍就是說對世情世事忍辱，寒啊、熱啊、飢啊、渴啊，一切逆境現前，都唔會令你成為修道嘅障礙嘅。例如你先生話：，嘿，你成日走去佛堂，我都見唔到你嘅，你唔好去咁多佛堂，呢咪障礙咯。對於任何一切修道嘅障礙，你都可以忍耐，唔會退卻嘅。咁呢啲叫做法忍。對於事情嘅都當然寒啊、熱啊、飢啊、渴啊，一切嘅逆境。一切妨礙你修道的逆境，你都能夠忍耐，叫做法忍。好了，什麼叫做無生法忍呢？這個無忍為什麼呢？忍就是安住在那裡， settle down in that state， 安住在那裡叫做忍。無生法是什麼呢？無生法在一切生滅法都活在我們的一切的生滅都活在我們的妄想分別之中，一切生啦、滅啦，全部 everything arising
maintaining, diminishing, and disintegrating is all living surrounding us. 都係喺我哋嘅喺我哋個妄想分別裏邊活動嘅，有取捨嘅，一切嘅所有法咧有取捨，有人我，有是非，有愛憎，有二元對立。不是愛就憎，不是貧就是富，不是肥就是瘦，高矮肥瘦人我愛憎，其實一切法本來不生的，因為妄想執著而生的嘛。你妄想執著它而生，一切法本來它不生，本來是它沒有這個 feeling 的，是你 attach 的 feeling 下去的嘛，就是這樣講，即是如果我們簡單地這樣講，原生原滅的法是世間法，是不清淨的，唯心所言的是虛妄的，沒有真實可得。在平等清淨的覺性中，一切法無生，生的只是妄念而已，妄想而已，一有所生就是妄想分別。如果在平等清淨的覺性裏面，一切法無生的，無生無滅的。既然無生又怎會有滅呢？所以一切法從此而來無生無滅，自性清淨，常住涅槃，只是我們的妄想付諸於的分別妄想而生的，我們攀緣而生到一切法有生滅的生滅，而 attach 到一切法有生滅，本來是無生的嘛。當你能夠悟到這個無生法忍的時候，你就漸漸就是走入一個另外的 wisdom level 的境界了。那這個境界都有層次的喔，好像菩薩有一地、二地、三地、五地，乃至是十地、法雲地。修學佛法，如果菩薩修學佛法呢，以菩薩來講都有十地，當然有三言，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再進一步修行，在無生法忍之裏面都有層次的，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在他無分別智裏面，他修行都有層次的，在無生法忍的無生法忍都有層次的。進一步修行，破一份無明就證一份法生，即是說我將無明的煩惱清除了，即是鏡裏面破清除了一些，就看得多一些，看到自己的自性就多一些，逐點破一份無明，無明的 ignorance，無明的愚痴的煩惱，破一份無明就證到一份法身，即是證到一份無生法忍。做到初地就生大歡喜，因為他親身證到無生法忍嘛。我們所說的現在的無生法忍是從文字而已，我們從文字去了解無生法忍，我們就不是親證無生法忍。親證無生法忍和文字證的無生法忍真是大大不相同了。We only realize 這個無生法忍 through language， 就是不是親證的。親證的無生法忍呢，哇，初地歡喜地，一路二地、三地、五地，完全是不同的。我們是依文解義地說無生法忍，初地的菩薩只見到一部分無生法忍，再破無明又證到另外一份的法身，又證到一路到第八地，去到第八地是一個關卡來的，去到第八地的無生法忍呢，是任運自然正於無生法之中，再繼續修就圓滿的了。那這些 是登地的菩薩，每一個的感應都不同。那這個是說，若佛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就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了。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雲菩薩不受福德，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故受不故不受福德。菩薩咧係做菩薩，點解唔受福德咧？並唔係話菩薩唔做福德，作福德係菩薩必須要修福嘅，但係佢修咗福之後又唔執著個福德，必須係要咁嘅，唔貪著個福德，冇能做福德的人，所能做福德的菩薩所受福德的人，而所做福德的事三輪體空，咁先係咁就唔會，所以說菩薩不受福德啦。咁我哋有得繼續威而直正分第二十九咯喎。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而如來者。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咁如來我以前都講過啦，無如如如不動，即係不變咁解。我哋睇見如來有來有去，如來嘅法身係無來去噶嘛？有來去即係有一個從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就叫做有來去啊。從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有來去，必定有相嘅，有相嘅嘢先有來去噶嘛。如來嘅法身無相嘅，點會有來去啊？無形無相，邊有來去啊？有一個 location 嘅先有來去啊嘛 ，coming and going 啊嘛。佢都無相嘅，點會有來去啊？如來嘅報身，如來嘅應身有來去，如來嘅法身清淨法身無來無去噶嘛。但係我哋睇如來咧，認為如來有來去嘅。即係好似我哋時常講咧，有一句説話咧，雲洗月運，舟行岸移。咁我哋搭舟行岸移啊？點解咧？我哋搭船嘅時候，只船不斷咁樣樣，不斷咁樣樣行嘅時候咧，我哋望岸望去兩旁嘅岸咧，以為兩旁嘅岸係向後倒嘅喎，以為個岸係喐緊向後倒嘅喎。其實岸冇喐到，係我哋自己喐啫嘛。執著係我哋自己嘅妄心去執著啫嘛。執著咗兩岸嘅移動啫嘛，兩岸係冇喐動到噶。以呢個譬如嚟講，啊，即係舟行岸移，如來冇來去，但我哋個妄心有來去。另外一個雲洗月運，咩叫雲洗月運呢？月亮喺天上，月亮出嚟嘅時候咧，從東一路咁往西，慢慢咁移動。但如果啲雲咧，從西往東咁湧去咧，我哋以為個月亮喐緊噶嘛。其實個月亮冇喐到啊，係啲雲喐啫嘛，係我哋個妄心想心喐啫嘛。咁即係話呢度咧，如果有人言咧，啊如來若來若去若在若我，是人不解我所說耳。佢唔知道如如不動，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即係話我哋唔好睇外相嘅喐動，必須要睇佢本身嘅法性如如不動嘅 purity。The purity is always constant there, is always one and unchanging.changing 嘅只係外邊嘅現象啫嘛，啊，好啦，咁我哋繼續合理上分第三十。須菩提，若是男子是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雖為微塵，於以雲何？是微塵中，令為多否？須菩提言：甚多世尊。嗱，呢度係點咧？如果微塵中係實有嘅，係實嘅。是有自性的，如果微塵眾是有自性，如果微塵眾實有其真實體性，佛就不會問夠多或有少，真實的體性的就不講多少的嘛，它是親如自性來的嘛，多少是它的外相來的嘛，微塵是因緣所生法，是無自性的，多和少是講個相，如果微塵眾真是有自性的呢，微塵眾是無自性的嘛，如果真的有自性的就不是相來的，是清淨的本性，但微塵眾不是真實的，不是真的有自性的，即是說微塵眾是相來的，因為微塵眾是相才有多少，如果微塵眾是真實有其自性的，佛就不會問多少了，因為為什麼真實無自性的清淨體，例如虛空咁，邊有限量啊？邊有話多同埋少噶？嗱，呢度嘅文法咧，係到《金剛經》裏邊嘅文字嘅文法咧，好多時係倒翻轉頭嚟諗嘅。你要時常好活動咁去諗呢樣嘢嘅。微塵係因緣和合先至成為微塵，佢係無自性嘅。因緣合就生，因緣分散就滅。微塵只係個假名如嘢而已，無有實體可得。因此咧，我哋唔好執著佢微塵眾唯有實體嘅噃，即係話先講微塵眾，話俾你聽先。呢度講微塵眾，整個宇宙不外係微塵嘅組成啫嘛。Molecules 原子、電子啊，嗰啲 molecules 啊、proton 啊、electron， 整個宇宙就係咁。咁呢度喺呢一份裏邊咧，佛咧就話回覆翻講個宇宙咯。最細嘅微塵咁多，微塵係無自性嘅。不要執著有自性的微塵，因為點解啊？微塵是不斷變異的，
冇一個地點，佢係永恆唔變嘅，不斷咁喐動噶嘛。佢永遠都係喐緊噶嘛。而且微塵咧，因緣合就有，因緣散就冇噶啦。而且微塵自己本身咧，可能都要分解出嚟嘅。最細粒嘅微塵亦分解成為好多其他嘅微塵嘅。所以微塵係無自性嘅。咁唔好執著微塵唯有自性，先至再講微最微細嘅事先啦。就講最微細嘅事，咁下邊再講啦。須菩提，甚多世轉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佛所講嘅微塵眾，其實佢係即非，佢係冇真實相嘅。有真實相嘅咧，就有清淨嘅本體，有自性嘅。佢冇嘅清淨嘅本體嘅，係無自性嘅，係無自性嘅。唔好係執著佢為有自性，佢係。無自性地生，無自性地滅，是名微塵。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從微塵就走到去世界了。如來所講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即非世界，就不要執著世界為有實有自性。世界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是短暫無常，所以是無自性的。不要執著它為有自性，即是一切世的事物呢，不要執著它為有自性，它是無自性地生存，是空的，無自性叫做空的，是因緣和合而生的。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這個世界呢，是因緣所生法，是無因世界，好像微塵一樣，都是因緣所生法，是無自性的，是空的，如幻如化，虛假不實的，是假相，本身是無真實之體。因為這個世界是假名來的嘛，雖然是假名，但是不外於是因緣和合的假相形成的。世界是由種種微塵組合成為世界的，所以世界看上來是一，是一的相，微塵是多的相。但是世界和微塵呢，就非一非多的。為什麼非一非不，為什麼叫非一非多？一個定義呢，就是分不出來的，叫做一。相的定義可以分出來的，微塵是多的相。因為如果一呢，就不能夠分割個整體，不能夠分割出來。但是世界能夠成為雖為微塵，所以不是一。如果多呢，就不能夠成為一的，因為它本性是多，怎麼會是一呢？本性是多的已經分割出來了，就不是一了。所以微塵就不是一的。世界呢，如果是一呢，就不能夠分割出來了。但是世界是分割很多微塵出來的嘛。原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呢度咧係講到有哲學性嘅一個問題，同埋多個問題。微塵就係多，微塵係多，係多相。一合相咧，一合相咧就係不可分割者。但係世界可以分割，所以就唔係叫一合相啦。呢啲講一微塵。是多是相，不過是說一樣東西，世界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沒有自性的，不是一的，不是一合相來的，是眾緣和合而生出來的。你不可以執著它為一，不可以執著它為有，不可以執著它為不變，不可以執著它為不變的本體，是永遠都在變動之中的。因為它永遠在變動之中，所以是短暫無常的。因此短暫無常是苦的，是空的。那我下面第31了，那我們繼續下面知見不生第31分。須菩提，若人言佛結我，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須菩提，於意雲何？是人解我所說意否？佛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大家要明白，以前所講的四相就是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是相，是外相。這裡呢就不是我相，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為什麼以前就是相，就是講所是所道之人，是講外邊的境界，而且見就是裏面你所見到的境界，就是內觀、內心的我見，你的見解，你的個人的見解，從以前粗礦的相呢，就去到無我見、無人見、無眾生見、無受者見，更深入一啲噶咯噃。佢話當佛講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嘅時候咧，佢有冇呢個我見、人見、眾生見呢個見解喺個心嗰度咧？當佛講佛法嘅時候，講無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咧，佢係冇呢個執法嘅，冇佛陀裏邊咧，因為説法者無法可説啊嘛，是名説法啊嘛。即係話佛説法嘅時候唔會話嗱，我教你係無我見、無人見、無眾生見、受者見啊，有呢個見解嘅，又唔可以執著呢個見解喎。説法者無法可説。如果你認為仲有個法存在喺心度咧，仲有法可説，咁你就不解如來所説義啦。即係話咧，講咗啲法又空，講個法又空，講個法空到無有一法可得，咁先至。無有一法可得，去到無有一法可得才是真得。我們現在從文字來明白而已，你必須還要修的，去觀一切法空。怎樣觀一切法空呢？你要慢慢去觀，你要體證這個無有一法可得。現在我們是從文字裡面說無有一法可得而已，從文字裡面說無有一法可得呢，都是文字波野，我們必須要經過觀照波野才能夠明白無有一法可得。這些就是要時常要讀誦《金剛經》，所以我說你想這13堂、14堂裡面就了解了《金剛經》是很難的，你必須要了解《金剛經》的思考方法，而每天去讀誦，越讀誦你的智慧是越開，越讀誦的時候你越知道。為什麼呢？因為如來識知識見嘛，當你越來越清淨的時候，你的心就是如來的心，互相照應，互相輝映。當你的心和如來的心的清淨心吻合的時候，你的智慧越來越顯，就超越了這個文字波野。你不可以一味轉著文字去找它的義理出來的，你必須要自己將你的妄想分別心停頓下來，你才能看到你的真如自性。即是说你的湖水很浊，很多涟漪，很多污染的时候，你怎么看？你必须要 等你的里面的污物的涟漪 The impurities have to settle down before you can see your own reflection。 你必须要等所有的污染呢沉淀了，你才可以看到你本来的自性。这个本来的自性，《金剛經》裏面時常提到這個本來的自性，你必須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無非法相，即是說不斷地沉澱你這些所執，沉澱這個所執，那剩下什麼東西？一點妄念都不生，一念不生則波野生。一念不生的時候，如果我們作這個譬喻，就你照見你自己本來的面目，你照到了。我現在告訴你，它的本來面目是說不到的，怎麼說？你都沒有見，本來面目是靠自己見的嘛，不是就告訴你它本來面目嘛。諸法實相為佛與佛方能究竟，不過佛呢在不可以講之中都講出來，這個諸法實相呢是常樂我淨，是恆常的，是永遠快樂的，無有自性的，不能夠執著一個我的，淨是清淨無比的。即是說西方極樂世界的快樂，唯有告訴你完全沒有人間的痛苦，沒有生老病死苦，沒有愛別離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五蕴自性苦，他們只有快樂。但是他的快樂是怎樣？你必須要去到西方極樂世界才體證到那個快樂。那我們現在繼續了，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
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当世尊话修行人要去除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的义理的时候呢，他没有执着无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没有执着了这个道理在他心里的。他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教化，他是说这个我人众生受者这四见的道理的时候呢，是依俗谛而说的，在真谛上一法不立。如果他在真谛上讲佛法，再有立一法在他心中呢，就是着法，还怎会有演绎无四见呢？所以他是无有执着一法的。即是说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如来所说法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为什么不可说？如来所说法是究竟觉来的嘛，究竟觉是离开一切妄想分别的念头的嘛，即是好像佛经里面讲，离微细念故照见心性明究竟觉，离开一切的污染，离开一切的妄想分别。既然是离了念了，离无念了，无念怎么取啊？怎么执啊？如果心有所取，就未离念啦，就未离心原相啦。如来所说法，心行处灭，故不可取，无有一法可取，又无有一法可说，无有一法可说都要说，但是无有一法可说。为什么无有一法可说呢？实相般若的理体是离开言，超越言语的嘛，离言语文字了无能说所说的嘛，所以不可说。如来所说法，言语道断，言语道断咁讲嚟，咁点讲啊？超越咗言语，言语不过系喺不可讲之中讲出嚟咁解嘅啫嘛。所以不可取，不可说，咁没有一法可得，咁自然到点会有佛咧？点会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咁你话哦，我有，如果系。如果你執著了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你就執著法相錯了。但是如果你認為哦沒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又錯了。因為你必須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必須有這個法才可以離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無法見亦無非法見。如果你認為是沒有又錯，你認為有又錯，那即是說呢，你必須要非法非非法，是很複雜的，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如來為何如來無所說？如來體性空寂，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言語相，怎會有所說法呢？如來之性是離念的，即好像大乘起信論講，若離心念，則無有一切境界之相。離相重點會有所說之相呢？而且一切法有表色無表色，都是唯心所現的，就是不是真心來的。這個心是色心而已，色心是因緣所生法，因緣所生法自性空，所以如來所說法亦是當體即空，無有自性。我們的清淨性是無念的嘛，無分別妄念的嘛，因為有念而輪轉生死，有妄想分別，有妄想分別，有煩惱而造業而受報，輪轉生死。你必須要離念，離妄念，離念必須要從離四相做起，離四見做起，即是話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相、受者相。然後不取法，不取法都未夠，仲要不取非法，仲要不取非非法，係要咁嘅喎。一層一層去掉的，這些 要你自己去靜坐的時候，要逐些逐層逐層去掉那些執著。你不如不要那麼複雜了，從讀誦金剛經開始先。你慢慢讀誦金剛經，你自然會離四相。所以是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這個四見呢，不過是假名而已，唯心所現，自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但是又不能夠不隨緣世俗而演繹個無我法的，要以無我法，即是觀一切法空，去廣度迷昧的眾生。
咁我哋繼續咯。須菩提，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呢個係一個總結。要降伏妄心，必須要把心裏邊嘅四相空掉，把心外嘅四相空掉。另外把心內的四見，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都要空掉。發菩提心者，應該依前面《金剛經》所講的波野妙理，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可以執著有法相，這樣解。即是說呢，要觀一切法空，要離一切相。整部《金剛經》所講的義理脈絡呢，就是信解行證。你建立了信心，還要解悟義理，依義理去啟示去修行，要觀一切法空，修即無修，無修而修，有句說話就是這樣。修的時候要離一切相，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要離開這個，還要離開這個無我的法，即是非法。連這個方法你都要離開它，即是非法啦。連這個非法不執著一切法的思維執著，亦都要非，即是逐步去飛，飛咗佢，即係空及咗佢，即係非非法。所以修法而非法，修法修咗呢個有呢個方法啦，而非法又要離卻呢個方法。用呢個船又必須要捨離呢個船先係上得岸，係逐步去修嘅。不生法相，咁啊繼續啦。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再提點大家呢，《金剛經》裏面呢，這個叫即非辯詞，所言什麼什麼，即非什麼什麼，是名什麼什麼。不過只是說呢，我們相和性，我們不可以執著個相，必須要了解這個相的性。如果你執著相呢，你就了解不到性了，不能見如來，見不到的自性。你必須要放下你一切的執著，你就自然會見到你的自性了。就是示明的意思，即是说必须要超越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无非法相，必须要这样才可以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说《金刚经》前面建立了这个信心，跟着解了，跟着就是修了。修的时候就是要必须要在行住坐卧里面观一切法空。那怎样具体观一切法空呢？《金剛經》是講一個修行的軌跡給你聽，在五千多字裏面，不可以逐句逐句告訴你聽，逐步告訴你怎麼修行，但你必須要有一個修行的脈絡，怎樣去追尋。如果你更加要知道真真正正的具體怎麼修呢，那你必須要知道什麼，必須要止觀。譬如我以前講九住心，第一部分怎樣去修，安住、近住、等住，有妄念嚟嘅時候點？嗰啲全部係要仲要具體去修。但係睇個你嘅總相唔知道點修，你具體都唔知㗎。即係話整個修行嘅過程咧，你係要咁嘅。如果你需要再逐步去修咧，你真係要每一個具體嘅功夫要做足，要修止觀。但係修行嘅方法咧，你知道《金剛經》裏邊嘅總相咧，你必須要戒定慧。你第一件事必須要端正你自己的行為先。你日日讀《金剛經》，你所做的行為不端正，你根本連粗相你都去掉不到。你平時所做的全部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貪嗔痴慢疑惡見聲色犬馬名財色名食睡，全部在追逐這四相。你時常追逐這四相，你怎麼修？所以必須要將你的心收斂下來。怎樣將你這個攀緣追逐的心收斂下來呢？必須要知道你們的行為先，要貫照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那這個我的行為是怎麼演開的呢？前面《金剛經》講得很清楚，是由六根執著、六塵而演開的嘛。你整個行為是因為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個自己的 senses 的感覺呢，不斷攀緣外面，攀緣了外面還執著了外面。當你攀緣而執著外面的時候呢，
你心里面的你前世今生所有一切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骄啊，喘啊，狂啊，福啊，无惭无愧啊，妒忌啊，放逸啊，种种种种呢啲烦恼咧，就帮助你呢个攀缘咧，而令到你产生言行啦。因此你又会杀盗淫妄、恶口意意两舌妄语，全部生出嚟。咁你点会有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呢？所以《金刚经》咧就俾你一个先将个总纲嚟话俾你听，收摄住你嘅心先。你点样安住呢个菩提心？你要你发咗呢个心，你发咗呢个心要啊人，譬如我发咗呢个脱离生死之心，人生系痛苦嘅，我要脱离生死，脱离呢种痛苦。你发咗呢个脱离痛苦嘅心，佢成日会变嘅。当你痛苦嘅时候，你觉得痛苦，哎呀，我要脱离啦。当你唔痛苦嘅时候啦。你打緊機嘅時候咧，你做你係行街睇戲食飯嘅時候咧，有緊 party 嘅時候，你點會睇到呢啲痛苦啊？你必須要牢牢記住點安住住你呢個心。如果你能夠行住坐卧咧，都能夠將呢個菩提心，我要追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嘅清淨心，我必須要脱離痛苦，脱離生死呢個清淨心，時常都要安住喺度嘅時候，咁你先至係呢個係第一步。你必須要安住你嘅心，安住你嘅心未必安住得到，自然有煩惱湧現噶嘛。當你煩惱湧現嘅時候，你點降服你嘅煩惱？亦都係要修心。咁呢個煩惱喺邊度？喺邊度生出嚟嘅咧？就係、是、由你嘅執著、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出嚟嘅。你讀《金剛經》，必須要你眯埋隻眼就讀完《金剛經》，你必須思考整個我呢個分別妄想從點樣而生嘅咧？我呢個心係點樣生出嚟嘅咧？《金剛經》就教你咁分析。如果你時常將《金剛經》嘅義理不斷日日去讀誦，日日都話俾自己聽嘅時候咧，喺你內心深處嘅智慧裏邊咧，即係話日日都打開你個內心嘅心窗，睇到裏邊嘅一切嘅寶藏，裏邊嘅智慧，你了解到啦，你自己知道自己原來。这个智慧可以打开的，从这个智慧里面你可以超脱生死的。金刚经是经中的宝嘛，这个宝在你的心里面存在了，你有没有打开这个宝呢？你日日打开这个宝看，日日打开这个宝读诵，你以为只是文字那么简单？因为为什么？你从无始以来已经读诵金刚经了，你不只是这一生听金刚经的，你必须要继续你的路程，你將日日讀《金剛經》咧，你又會打開你嘅智慧。所以講來講去，重重複複同信解修正裏邊，逐步逐步解釋俾你聽，就係點樣去修行，點樣去修心。咁我哋而家走去應化非真分第32啦。須菩提，若有人已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是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除依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受持读诵此经，受持读诵点为之受持读诵呢？讲得好清楚，受持就必须要领悟金刚经嘅义理。受持读诵，受领悟金刚经嘅义理，持呢就是不放鬆，精進去持誦，咁叫做持喎，一點都不放鬆，念念相繼，都攝六根，念念相繼，一啲都不放鬆，每日讀誦受持，依《金剛經》去理解，依《金剛經》喺行住坐卧上，依照咁嘅修行，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如果係正式係真係想修行嘅人咧？他會讀誦《金剛經》的時候，將每一份最重要的義理用你自己的意思寫出來。第一份是講什麼？第二份是講什麼？第三份，你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點為之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呢？你去思維他的義理，就將 你自己做你的筆記，每一份裡面你將你自己認為我怎麼才會落了人相 的陷阱，何時會落了我相的陷阱，眾生相、受者相的陷阱呢？
咁你又必須要知道咩叫我上人上，眾生上受者上。整個宇宙無不外係時間同埋空間。我上人上眾生上就係空間嚟嘅。空間裏邊最原始最基本嘅單位就係自己，就我上啦。有我上就自然有人上啦。人我嘅關係產生，家庭嘅成員、社會嘅分子、公司嘅職員。所有呢啲關係裏邊，所有一切嘅煩惱、貪嗔痴慢疑惡見，都係呢個人我嘅關係而產生嘅。一切嘅罪業、惡業、善惡，都係由呢個一人我嘅空間裏邊發展嘅人我而產生嘅。一切社會嘅不平、一切社會嘅貪嗔痴、殺盜淫妄，種種嘅事都係由呢個空間裏邊我上人上眾生上咧，一切嘅事物。空間裏邊呢個宇宙裏邊嘅一切嘅事物，我上人上眾生上就係執著一切嘅事情，冇有一事情執著嘅。受者上咧就講個 time 噶啦，就係時間啦。我哋執著過去、現在、未來，我哋不單止執著空間，仲執著咗嘅時間。咁喺佢點樣執著時間啊？過去嘅嘢我哋永遠放唔低噶，放唔落噶。你自己諗下。你自己做個筆記啦。我過去有啲乜嘢我放唔下咧？有邊啲好嘅，我成日留戀；有邊啲壞嘅咧，我成日憎恨。你將過去嘅一切嘅嘢全部寫曬出嚟，你就知道點樣拋棄佢啦。過去心不可得，《金剛經》裏面就有一句啊：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家有冇聽過呢個三心不可得嘅典故啊？喺唐朝嘅時候有一個叫做德山禅師。德山禅師咧，對於《金剛經》嘅義理咧，了如指掌，專研讀《金剛經》嘅。佢係寫咗《金剛經》嘅注解，《青龍抄》《金剛經》嘅注解。咁我睇到《金剛經》嘅注解咧，佢喺北方嘅。咁佢喺南方裏邊講。不立文字見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嘅禅宗喎。佢有啲可以咁嘅咩？唔需要睇文字就可以見性，靠靜坐裏邊開悟。我真係想參訪一下。咁亦都如果冇可能嘅事情嘅噃，咁佢又去南方，去到南方一路長途跋涉去到南方，去到一間普通嘅一間嘅賣點心嘅地方。咁有一個老婆婆咧。就喺度賣點心嘅，呢個老婆婆附近有個佛寺叫龍潭寺，龍潭寺裏邊叫龍潭禅師，咁呢個老婆婆就歸依呢個龍潭禅師嘅，同龍潭禅師學佛法嘅，咁於是者呢個德山咧禅師咧就入到呢度咧就肚餓想食點心啦，咁啊食點心，咁呢個老婆婆咧就話：啊呢位大德，你擔住兩擔係咩嚟㗎？我擔住呢兩擔係我《金剛經》嘅注解。呢、这個《金剛經》嘅注解，哇！你對《金剛經》嘅義理咁熟，咁呢個注解係邊個做㗎？呢個注解係我自己做嘅，我研習咗幾十年《金剛經》，寫咗120卷注解。我用呢啲注解咧，我就要弘揚《金剛經》嘅義理。呢啲係文字上面嘅文字波嘢嚟嘅。咁呢個老婆婆就話：，哇！咁你大德可以注解《金剛經》啊，我真係好想好好學習大德嘅家言義行。你所講嘅，你嘅一切，我想好想學習。咁咧就你想食點心，咁我有個問題，如果你答得到我嘅咧，我點心咧我免費俾你；如果你答唔到嘅咧，冇法子啦，我就唔可以供給你點心啦。你答到我就俾點心你啦。咁佢又問啦，咁你問啦，你個問題，你係問《金剛經》嘅問題啊？係啊，我都想問個《金剛經》嘅問題。你答到我免費，你答唔到咧，咁就請你去第二家啦。咁佢老婆婆問個咩問題咧？《金剛經》裏邊有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請問上座，你而家點心？你點邊個心咧？誒？你話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而家點邊個心啊？佢唔識答。嗱。大家都是心，點解呢個點心嘅心，嗰個就過去心嘅心？呢啲就係陰二嘅相關詞。陰二嘅相關詞，即係話
佢嘅心係一樣，但係點解呢個過去、現在、未來，而佢點嘅心係點邊嘅心？你仲去覓心？你仲要覓個心？你仲要點個心？即係禪宗嘅義理咧，係從禪宗嘅文字裏邊咧，就知道你嘅功夫有幾多。咁呢個得三禪師，哎呀答唔出，啊感覺到好慚愧。哇！呢位老婆婆，你跟邊個學佛法噶？我跟龍潭禪師。啊！咁我好想拜見呢個龍潭禪師。咁呢個得山禪師就去拜見呢個龍潭禪師，就向佢學習，就學習咗半年。咁啊有一日，呢個龍潭禪師，呢個得山禪師咧，就再又去佢哋嘅住嘅地方咧，有相隔有一段距離，因為寺院大啊嘛。咁佢就去方丈室咧，就再請教呢個龍潭禪師。咁啊，同龍潭禪師咧傾咗佛法之後咧，佢就走啦，就黑夜咯喎。走嘅時候黑夜咯喎，黑夜嘅時候見唔到噶嘛，出邊好黑噶嘛。咁呢個龍潭禪師咧就話：嗱，我俾眼燈你啦，咁一個紙燈。咁呢個得山禪師咪接住呢個紙燈咯。一接住呢個紙燈嘅時候，龍潭禪師吹熄佢，吹熄個紙燈。誒，得山禪師開悟啦。點解開悟咧？我唔知道。我問你點解會開悟啦？從文字的推敲呢，為什麼開悟呢？外面是黑的，你用個紙燈去照光它，為什麼不用你自己的心燈去照光它呢？你的心有照明的作用，何必要靠外相去照光它呢？你有沒有照光你自己的心燈？而老婆婆問你的心，你還是覓心？覓心了不可得，你還覓什麼心呢？你俗有覓心，還是有法可得啊，仲要點個心啊？你點心上有一法可得，原來無所說無有一法可得啊嘛！仲乜嘢可得啊？嗱，我哋啲係從文字去推敲佢嘅啫喎，可能我完全係錯誤嘅，因為我未去到嗰個功夫啊嘛。我只係從文字裏面推敲到啊，原來係咁嘅。人嘅智慧，當你修行到高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你係同上人唔同嘅。所以啲高僧大德佢嘅行動出嚟咧，你以為佢住喺山頂上好苦啊？佢日日食嘅係粗茶淡飯，佢都唔知幾快樂。你喺下邊所食嘅一切珍馐海味，佢覺得你好苦，即係好似以前白居易鳥巢禪師，大家聽過鳥巢禪師啦。白居易同鳥巢禪師係好相識嘅，鳥巢禪師啊。住在哪裡呢？他住在一棵巨型大樹上面搭了一個屋，一個茅棚在上面修行的。那這個白居易去到見到鳥巢禪師，禪師你現在的地位很危險啊，就是說哇，你在樹上面隨時會跌下來的。那這個鳥巢禪師怎麼說呢？太守的地位比我更加危險啊。為什麼？你在官場啊，隨時會沒命。咁呢啲係禪師禪與禪之間嘅對話，呢啲係相關語，危險嘅相關語。剛才點心就點心嘅相關語，喺音義上面有相關語嘅。咁呢啲係額外一啲故事，不如繼續講經啦。應化非真分係32，受持讀誦此經，持於此經即係信解行，憶念不忘，波野智慧念念在心。依經文去解義、去觀想、去修行，我哋現時嘅佛弟子通常有兩種人，一種咧就解而不行嘅，一種就行而不解。解而不行咧就係、是、哦，佢想知道點解啊，但係佢唔去實踐嘅，只係知道嘅義理嘅啫。有啲咧就係實踐而唔知道嘅義理嘅。咁當然咧，我哋唔好喺呢走呢兩個極端。為何為人演說不取於上，向人演說而不取於上？咁點解為何為人演說不取於上，如如不動呢？不取於上即係如如不動呢？呢個係要弘揚《金剛經》為人演說嘅人點樣為人演說呢？呢個人咧要第一要離一切相，離一切相即係降伏妄心；第二咧安住增心，即係生其心而不執著，都要生其心嘅喎。即係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你都要生心㗎，你要生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嘅心噶嘛？即系咩？一离一切相，呢、这个人咧修学《金刚经》嘅人咧，必须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离一切相。你离一切相，自然降伏妄心。当初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佛嗰、那个启请嗰句说话，引起上部经文就系咩咧？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嘅时候咧，就倒转嚟答，先教佢降伏其心，然后再教佢安住真心。咁啊，降伏妄心点样降伏啊？必须要离一切相。咩叫离一切相啊？一切相包括啲咩啊？宇宙空间一切事情 ，time and space， 离我相、离人相、离众生相、离受者相、离法相亦离。非法相，即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又离一切相咧，离一切相就自然降伏妄心。咁啊，点样安住真心啊？安住身心咧，就系生其心，生其心而无所执着，就叫安住佢嘅真心。点样生其心而无所执着啊？你净系离一切相都唔够噶嘛？你必须要修一切善噶嘛？你仲要生起个善心噶嘛？你生起个善心而唔执着啊嘛？你生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波罗蜜而唔执着于布施，唔执着而持戒，唔执着禅定，即系咩咧？生其心而无所住。所以我哋有阵时赠《金刚经》嘅句语俾人咧，就时常写几个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些人是喜欢倒转他的，应生其心而无所住，都得的。你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始终都要生这个心的嘛。你应无所住，即是说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即是说不要执着了他，就是降伏其心。你降伏了他的心，真心自然显露嘛。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呢？不取于相即是离一切相。如如不动即是什么呢？生其心而无所着，就执着。为人演说的时候，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演绎，必须有分别众生的机缘的心。众生有分别的嘛，跟众生的根基浅的就讲浅的法，根基高就讲根基高的法嘛，必须有分别的，不是没有分别的。心内不动，讲法的时候有分别法的不同，內心無分別，即是菩薩呢，他度眾生都有分別的嘛，無分別，一個木頭怎麼度眾生，什麼都沒分別的，冷又不分別，熱又不分別，那不行的嘛。為眾生的利益而起分別，為利益眾生而起種種的分別，但是心裡面無分別，生其，那就叫做生其心而無所住了，即是如如不動了。講經者必須要離相的，讲经的人点样要离相呢？其实讲经的人呢，点解要离相呢？佢讲经必须有谦虚之相噶，唔可以自满噶。啊，我系讲经者，我系自我嘅，共高我慢，我系能讲者。我要道你哋信，你系被道之人。你须知等觉嘅菩萨尚且要学习，一地、二地、三地、四一路去到等觉菩萨都要学习噶。而我哋不过系凡夫僧啫嘛。你認為你自己講得好，一山還有一山高，學習是永無止境的。咁下邊就講何以故？一切有為法，而家九點鐘噶咯喎，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咩叫做如夢啊？一切有為法。嗱，呢四句偈好多人都讀呢四句偈噶，有啲人認為呢四句偈就係偈啦。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而來，又是四句偈。呢度咧又係有四句偈，一切有為法，而無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咁邊四句偈啊？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係邊四句偈啊？我哋無需要執著係邊四句偈，又可以呢四句偈，又可以前面嗰四句偈，又可以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亦都可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亦都係四句偈。哪四句偈你最合用就是哪四句偈咯，或者哪四句偈最合眾生的根基就是哪四句偈咯。如果有些人認為一切有為法，
啊，如夢幻泡影呢四句偈好啦，咁你咪要用呢四句偈咯。咁咩叫如夢啊？當你做夢嘅時候，你會唔會知道自己做夢啊？你做夢嘅時候知道呢個夢唔係真嘅，會唔會咧？唔會噶，你以為做夢嘅時候係真實噶嘛？其實夢中一切嘅境界咧，都係虛妄不實嘅，都係假嘅。我哋平日生活雖然唔係做夢，世間嘅一切都係虛妄不實，猶如做夢。做夢嘅時候係假噶嘛？但係做夢者喺個當地嘅當時嘅境界係認為係真嘅，亦都有夢上夢。你有冇試過發夢上夢啊？即係夢中嘅時候做夢啊，知道呢個夢係假嘅。夢裏邊嘅人係仲發緊夢，夢上啊加夢。有啲人係咁做夢嘅喎。夢係有好多學問嘅喎。有啲人嘅夢係七彩嘅，有啲人嘅夢仲係停留喺黑白之中。咁呢啲夢咧係有好多嘅解釋嘅。不過我哋圓媒有一個詩人叫圓媒，佢話咩咧？古今最是夢難留，一枕黃粱醒即休。有冇聽過呢句説話？古今最是夢難留係咩意思啊？自古以今最好短暫嘅夢咧，你係留唔到嘅。一枕黃粱醒即休，不過係黃粱一夢而已。人生都是黃粱一夢，大家知不知道黃粱一夢這個典故啊？知道的舉手。那我不用講個故事了，你知道黃粱一夢為什麼？不知道黃粱一夢的舉手。哦，知不知道黃粱一夢的舉手，都要講一下這個夢了。以前有一位書生，他要考狀元，那就路經的客棧，路經的客棧呢，那就去店小二就話：，客官你食咩啊？咁簡簡單單都肚餓啊！咁你呢度出名咩啊？我哋出名啊！出兩個黃粱粥啦！同我整碗黃粱粥啦！咁啊，呢個店小二咪去寫咗單，咪去叫廚房整黃粱粥咯。咁呢個書生咧等啦，喺度等啦，喺度等啦，行路行到攰啦，噗一聲就瞓咗覺咯，就發夢咯喎！發夢發到咩咧？自己去考咗之後咧，高中狀元，高中狀元咧，去到呢個殿園裏邊，王朝見王朝拜皇帝，朝拜皇帝嘅時候，公主就喺皇殿喺殿上邊見到佢高大威猛英俊，就選佢為女婿，就叫做驸馬啦。咁啊，驸馬咧，因為公係做成為驸馬，又係狀元又係驸馬咧，哇，富貴無比，乜嘢富貴榮華都有。富貴榮華啦，咁啊後來咧又係一仔一女啦，咁後來咧至到八十歲嘅時候咧，就慢慢衰老啦，衰老就死亡啦，死亡冇啦，卜卜卜卜，客官黃粱粥到啦，成世成生不過係黃粱一夢而已，呢個係黃粱一夢，黃粱粥啱啱煮熟，佢亦已經整個人生已經過咗啦。人生不過是如此而已，都是在發大夢之中。我記得蘇軾又 有一首咁嘅詩喎，只是只換只受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夢，你以為自己做官做大官啊，係一夢而已。咁正話順治王又講啦，啊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都係一局棋嘅啫。咁呢個中鋒有一個叫中鋒中鋒呢個名本禪師，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不來我是誰？係幻嘅啫，人生如幻，人生猶如幻中幻咯，如夢幻泡影，夢講過啦，點幻啊？人生猶如幻中幻，虛假嘅。塵世相逢誰是誰？大家相逢在呢個塵世，有咁嘅緣分。我喺度講經，你喺度聽《金剛經》，呢個緣分一完，今日就講完啦。Adios amigo， 已經係完結啦。今日係講完噶啦。點解今日講完咧？係有理由嘅，因為我又要去廣州講。咁啊，如夢如幻。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咁我哋成日講啦，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哋都係相識喺呢個欲界裏邊，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嘛，同是欲界嘅天涯沦落喺欲界嘅人，你同我，今日我讲你听，可能如果我收得唔好咧，就下一世即系你讲我听都未定，不断系不断系轮转噶嘛，啊，咁但无论点都系有缘，有缘先能够相会，如幻如泡啦。落雨嘅时候打下河水上起咗水泡，水泡一起就灭啦，生灭无常。咪国土犹如水上泡，无常生灭日变迁，不断咁变迁，就好似个泡，人生就好似哦，死许个泡又灭啦，许个泡又灭啦。如影呢，镜路嘅影系不实噶嘛，镜嘅影子系唔系虚实噶嘛？不是真實的嘛，鏡裡面的人是假的嘛。如露呢，早上的朝露，太陽一出就化為蒸氣了，就沒有了，表示是無常短暫的，人生如朝露。如電呢，雷光一閃一閃電就沒有了，很快的。所以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應該是這樣看法的。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咁一部《金剛經》咧，就講曬前邊咧，係講得比較詳細一啲，因為有好多基本嘅知識要知。後邊咧比較快啲，因為後邊嘅義理咧就唔係重複嘅。後面基本上前面的義理，前面叫你解的義理呢，就是以所緣境為主，就是對外的粗境，裡面呢要你內心的世界，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是觀照內心的，是更加微細的。如果我們連粗境都應付不到，就哪裡講內境呢？你連粗的境你都被他吸引的，你都被他牽著來走的，那就不要講內心的境了。內心的境是很難很難很難執著的，因為內心的境是來得微細。粗境通常我們粗境是怎樣對治的呢？粗境都是要用戒去對治的，所以我們星期日我們有十幾二十個人受戒，皈依有七十幾人，但可能繼續有人登記就不止七十幾人，就是受戒差不多接近有二十多人了。大家必須皈依了之後呢，皈依是皈依什麼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即是什麼？即是說佛所講的法呢，我認為我認同，我認同，我依照佛的法去修行，我要持戒，我要啟定，我要發慧，我由現在開始呢，我不去走入邪道了，我依照這樣能夠我離苦得樂。那這個皈依佛、皈依法、佛所講的法，皈依僧一切的善知識。皈依僧，僧有凡夫僧，有聖僧。聖僧是哪些僧啊？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你成凡夫僧，我們這些僧人就是凡夫僧，那是親近善知識，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皈依的過程裡面，第一件事是皈依的過程是很有意義的。它的意義在哪裡呢？第一節是要承認自己不做得不好的事，要徹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就叫做什麼？懺悔了。往昔所作之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與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以前所做的一切的事，對不住的人的不好的事，我全部不再做了，我要重新做那個人。這個是懺悔，懺悔以往的罪業，懺悔以往的身口意的罪業。懺悔完之後呢，才是走去正途歸依佛法僧。走去正途歸依佛法僧，就是第二步、第二節。第三節是怎樣呢？懺悔了、歸依了，還要發願了。發願是成立你的目做人的目標了。做人的目標要怎樣？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道，即是說我要貢獻社會，我要將我自己所知道的東西
眾生一切有痛苦有煩惱嘅咧，我都願意幫助佢，願意救度佢。不如你個眾生好多時話從家庭開始，我對我家庭我要盡責，我要喺我公司裏邊咧，我要全部我力量要使出嚟，要為公人哋人哋批我咁多錢，我就要做咁多嘢，將自己嘅責任咧牢牢咁記住，要做一個最有責任感嘅一個皈依者。要幫助一切眾生，眾生無邊誓願道啦，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我有好多煩惱嘅，我唔可以俾煩惱控制我嘅，我必須要找尋呢啲煩惱嘅根源，我要滅除呢啲煩惱，我唔會就咁俾煩惱控制我嘅，我唔會走去貪嗔痴殺盜淫妄裏邊走入呢個因果惡事嘅漩渦而受到果報，我必須遠離呢啲唔好嘅嘢。煩惱無盡誓願斷，我要斷除煩惱，我不單止係斷除自己嘅煩惱，仲要斷除幫助別人斷除佢嘅煩惱。法門無量誓願學，我要度眾生，我要斷煩惱，我係要學習點做嘅喎，我要學習點樣去度眾生嘅喎，我要學習點斷除煩惱嘅喎，我唔係就咁，我度眾生斷煩惱咁就算啦喎，我要學習，你牽起你自己。要向上學習的精進心，裏面歸依是很大意義的，整個人幫你改造了它，只是你歸依的時候你蒙查查不知道為什麼。如果有人告訴你你歸依裡面，哦，原來歸依是洗心革面做過一個另外一個人，所以你歸依呢，如果你歸依到領納了個戒體呢，你整個人我們從不要說是從宗教的層面，我們從科學的層面都知道人體是有光的，每一個人都有光的，你用紫外光就會照到每一個人都有光的。如果你皈依了呢，我檢查過呢，不單只是皈依，念佛的時候你念一句佛，你發出的光不同的。我曾經有過那些在一個有這裡香港都有個魔，曾經有一個人去德國買了一個花很多錢，那時是幾萬元美金，用一個這種的機器，這種 camera 專門拍到人的光圈的。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光圈的，每一個人光圈都不同的。如果這個人病的時候，他的光是灰暗一點的，如果這個人很運氣或者他很精神，他的光圈又不同的，光是不同的，很多種光的。那 我當時就在旁邊就觀察每個人的光，咁我係試過啦，我有幾個居士，我嗱你普通嘅時候，普通咁嘅影一幅光圈，自己一幅自己嘅相。你念佛念得好精進嘅時候，你念大悲嘅時候，哇個光又唔同嘅。當你皈依嘅時候咧，你個光都唔同，你整個人個光就改頭換面噶啦。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即係話你皈依嘅時候，你要學習，要鼓勵你學習。佛道無上誓願成係咩咧？你知道自己原來自己有個真如理體。我講《金剛經》嘅時候，五重原意嘅色明顯體、明中論、論判、教相顯體啊嘛。每一部經點解講一部經都有佢嘅體噶嘛？呢個體性，眾生皆有呢個清淨嘅自性，可以成佛嘅自性。你必須要睇到呢一樣嘢，你要往涅槃走，要光明大道成佛之路走。即係話你皈依嗰日咧，你就另外一個人嚟嘅。好啦，你決心咗皈依啦，咁第二步係點啊？第二步，我用戒律嚟將我自己嘅不好嘅行為扶正咗佢，所以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呢啲係普通嘅粗嘅行為，將佢扶正佢，咁你咪變咗個戒律啦。受咗五戒，仲有八戒，仲有菩薩戒，好多戒律嘅喎。戒律越你越守個戒咧，你越清淨，你越快樂。所以受戒就不是箍住你，令到你沒有自由。我受了戒，我又不可以殺生，我不可以偷盜，我不可以淫，我又不可以飲酒。其實受戒呢，令到你更加不會做些不好的事，你就完全沒有了那個煩惱，沒有了那個業報，沒有了那個惡因，你就越活就越有，你活出一個快樂清淨的人生。學佛的目的在現世來說是什麼呢？要活出一個快樂清淨心無掛礙、廣結善緣的快樂人生嘛。當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你牽涉在個因緣果報裡面，哪有快樂可說啊？在現世就這樣嘛。佛法不單止現世，
仲講埋下一世，仲講埋你臨終嘅時候點處理嘅噃？臨終必須要超脱生死，唔好再輪轉六道輪迴，唔好再嚟人間一次啦，免走人間呢一回啦。你再嚟咧，你唔知道去到邊啦，你可能去三惡道受苦。咁所以皈依受戒係必須要嘅階段。咁我哋星期日咧仲要皈依受戒，奉勸大家咧必須要聽完之後發心，每日仲《金剛經》五千零字，持之以恆，或者係終身受持。如果你能夠終身受持咧，必會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睇下幾時嘅啫，唔知道幾時。如果你修持得快就快，修持得慢就慢。但係我知道一件事就係、是，如果你仲《金剛經》咧，必會有感應，因為裏邊講啦，此經經而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係佛講嘅喎。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不狂語者、不喻語者。如果佛所講嘅嘢唔啱嘅咧，這個冇功德嘅，咁整套佛法都冇用啦，唔使讀啦。裏邊佛就講得好清楚，此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而且呢個經義不可思議，當然係啦。果報亦都不可思議，果報係咩？感應。感應不可思議，你想求受降伏煩惱，尤其是降伏煩惱增加智慧，必須要研習《金剛經》，讀誦《金剛經》。好了，我們在這裡回向了，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禮佛三拜。